解密 YouTuber 赚钱的六个方法，原来他们赚那么多。欢迎来到网红课堂，我是马来西亚男孩郑冰燕。相信很多人提到 YouTuber 都会觉得是一个非常梦幻的工作，可以到处游山玩水拍影片，非常的羡慕。你可能会很好奇，为什么有的 YouTuber 明明订阅人数不高，但他声称可以月入过万。今天我们就来为你解密六种 YouTuber 赚钱的方法。如果你想要开启 YouTube 频道赚取一些被动收入的话，我强烈你看完今天的这个影片。第一，广告分成。广告分成是 YouTuber 主要的收入来源，简单来说，广告的 view 越高，你的这个收入就越高。这里你要学会一个名词叫 CPM， 意思就是广告展示1000次的费用。只要你达到 YouTube 的获利门槛，申请盈利通过后，你就能在你的影片前面加插广告。需要注意的是，每个地区的 CPM 都不同，随着不同的月份，有时候 CPM 会高，有时候 CPM 会低。以我的频道为例，这是我频道过去28天的 CPM， 美国的 CPM 为7美金，香港的 CPM 为3.8美金，台湾的 CPM 为3美金，马来西亚的 CPM 为1.59美金。也就是说，如果我影片开头的广告向美国观众展现了1000次 ，YouTube 就能赚到7美金的广告收入。七美金收入的45%归 YouTube 本身，剩下的55%归我。7美金乘以55%，我能获得3.85美金。如果1000次的广告展示全部都是马来西亚观众，1.59美金乘以55%，我能赚到0.8745美金。看起来钱非常难赚，对不对？所以呢，一般上 YouTuber 都不会单靠广告收入来赚钱，除非你的这个频道的流量非常大，例如办公室小野。由于没有对白，打破了语言的限制，反而吸引了全球的观众。他目前有800万的订阅，单单靠广告分成，月收入估计高达200K美金。老高的月收入估计高达150K美金，非常的吓人。第二，手动插播广告。由于广告分成非常难赚，所以呢，有些 YouTuber 干脆直接找广告商，跟他们谈好价钱，然后手动在影片中加插他们的广告。马来西亚典型的例子就是《星洲日报》的百格，每次新闻的片头都会看到客户的广告。这个方法的优点是，你可以自己决定你想要的广告类型，而且可以插播在你影片的任何一个时间点上。当然，这个方法也是有缺点。第一，你要花时间自己去找商家。第二，如果 YouTube 发现你自己插播广告的话，它会关闭你那支影片的广告分成。第三，业务配合。业务配合简称业配，这是台湾的说法，根据马来西亚的说法，其实就是植入性营销。最常见的例子就是低清、微辣这些剧情类的 YouTuber， 他们的短片中常常会植入很多的产品在里面。还有一种做法是直接开门见山打广告，例如拍一集影片介绍产品、软件或者是投资计划等等。第四，联盟营销。如果你喜欢开箱评测的影片，你注意看看 description， 如果有购买链接的，通常都是联盟营销。对于刚起步的 YouTuber， 其实是很难有商家会主动找上门的，所以呢，一般上他们都会采取联盟营销的方法。例如商家送你一个产品，然后呢，他给你一个专属的链接和一个代码，那如果你的观众呢，透过这个链接或者是代码购物的话，你就可以抽佣。如果你的频道的订阅人数很高，你还可以向商家另外征收广告费。第五，会员制度。如果你很喜欢看老高的影片的话，你注意看看它的右上角多了一个加入会员的功能，每个月只要支付马币10块钱，你就能够获得忠实粉丝的徽章、特殊的表情符号和观看会员的专属影片。需要注意的是，要开启会员制度，你的频道订阅人数必须超过30000，而且没有常常涉及版权。像我呢，每次都是改编翻唱别人的歌曲，就常常涉及了版权，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开启这个会员制度。第六，事业结合。其实很多人都很好奇，我到底是怎么赚钱的呢？我本身是一名导演，是一名歌手，也是一名 YouTube 讲师。我 YouTube 频道制作的内容是和我的事业结合的，我主要透过 YouTube 来提高我的知名度，来帮助回我的事业。你是想想，如果今天你是一个主办方，你想要办一场大型的娱乐活动，你会邀请一群没有经营社交媒体的歌手，还是一群网红型歌手来登台表演呢？相信大多数的人都会选择后者吧，因为他们有知名度，
他们有这个号召力，可以吸引更多的人出席这个现场的活动。行业结合的例子还有很多，包括 Mr. Yang、阿迪英文、Spot 亮，他们都是透过 YouTube 累积人气，然后在线下或者是 online 开课赚取收入。有的 YouTuber 在网络上免费教大家跳舞，其实呢，他的目的就是要吸引更多的人来到他的舞馆付费上课。看完了今天这个影片，相信大家都对 YouTuber 如何赚钱有了基本的认识吧。那如果你想要学习更多 YouTuber 的知识，欢迎浏览 www.bingyan.com， 我时不时会开班授课。而我在5月29号也有一场免费的线上课程，如果感兴趣的话就要赶快报名咯。喜欢今天这个影片的话，就记得按赞、分享以及订阅我的频道，还有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一来就不会错过我任何一支影片啦。我们下一堂课见，拜拜。走音，拜拜。